到我的频道延吉日常生活。今天打算来市区进行一场太空旅行，所以现在我在台北市立天文科学馆。进行今天的太空旅行之前呢，要先购买门票。然后天文馆这边的购票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人工的售票柜台，一个是自动的售票机。刚刚呢，我是透过自动售票机的服务来购买这一次很想要去体验的宇宙探险的门票。宇宙探险的门票呢，全票是7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半票是35。然后另外呢，需要售票的展区还有立体剧场跟一个平面的剧场。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去天文馆，开始今天的太空旅行吧。然后呢，刚刚要进去展示场之前，发现其实这里也是需要买入场券的。刚刚也是去了售票机买了一张这样子的门票，进去是要40元，可以欣赏一楼到三楼的展示场。有很多知识互动型的设施，我觉得我学到蛮多的，所以我们去二楼吧。摸起来跟石头一样。Thank you.
闯关。我们直接去三楼吧。都可以玩上一整天。接下来呢，就要去四楼，来到今天很期待的宇宙探险。大家好，欢迎进入大家屋顶放假，希望你有愉快的屋顶。七十块真的值回票价，整个太空旅程的体验超棒。如果你有来天文馆的话呢，这一个游乐设施绝对值得你花门票来玩一趟。而且它除了透过太空船进行身临其境的探险之外呢，出来之后呢，还有附上四个互动式的游乐设施。然后最近刚好遇到了疫情，加上平日都没有人跟我抢，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玩得超开心的。然后它还有其他关于那个火星上面的一些介绍，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四楼哎。随火星白天的天空为黄褐色，包含住宅、行政、农业、能源生产、运输等机能区域。火星基地的科学家们就地开采火星的矿物，加工生产可以利用的金属、玻璃等材料。这
里是延吉生活，我们下次见。